们好，我先去补个妆。这上哪儿去啊？喂妈。哎，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。哎，你们公司在几楼啊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公司啊？那个，你先在外面等着，我马上下去找你。洛林啊，啊，刚出去了。哎，准确的说是拿着包匆匆的跑出去了。江总，你看到程序部的陆离了吗？没有。哎，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我没见过。看到陆离了吗？没有，没看到。那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？没看到。你在哪儿？有什么急事吗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有一会儿了。江总，你是喝水还是喝咖啡啊？一成，我在看陆离写的程序，要不过来指点指点？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？手机静音了，没听见。看来你们两个的关系比我以为的还要亲密。好，女士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们那个程序组在几楼呀？请问你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没什么事。那，这个我女儿的那个工作卡，忘了，我给她送过来。你女儿？啊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公司的程序组里没有女生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哎，你看看，查查。那您稍等一下。怎么样，有吧？哎，就那个陆离。可是这男。妈，我刚下班，这要回家什么事儿啊？